3秒，那三秒的时间在你吗？他有三秒的时间在往这边弯，是不是？就是所以下坡呢，你得看这个。在这里再给他打，如果是在这里打，看这个我就瞄这个地方，瞄这个地方，他就会从这里滚到这里来的时候，他就会直接进攻点。但是我在这里打呢，我要是瞄这里啊，瞄这里啊，他肯定这么过去。我瞄这里，因为他就在这里这么过来，所以这个上坡下坡现在不一样，下坡我这边。我要是在这里呢，我要是瞄这里啊，他就到那里去了，就不可能进洞嘛，他肯定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瞄，而且这边可能高一点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是这样，我就瞄洞口，瞄洞啊，他可能直线就是。